现在准备开始的是南 A 季电赛，三局两胜制，由吴思贤对魏志宇，身穿黄色的是吴思贤，刚刚先发。哦。刚好打在线上，换边一比零。刚刚那一球已经到界外了。没有啦，我是看你一场跟我打，跟你加入。哇，你好大，太小了。太重了，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下球，打假球啊！没有，是打假球，打假球。哇，这一球放到了当。你不杀我，这点都是在那个低点。两位选手现在打到季电赛了，今天应该都打超过四局以上了，哎，四场球了，也就是跟四个对手以上打过了，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五还是第六场。刚换边2-3，昨天放给他三千，但是目前看起来两位体力并没有落差太大。魏神依然是体力十足啊，但是思贤这边看起来。不确定，如果比赛一拉长，会不会比较吃力？因为毕竟他刚刚前面先跟俊男打了三场非常接近的比赛。哇，这一球漂亮！换边4-3，比数来到4-3。当啊，刚刚魏志宇非常花俏，手腕先做了一个过拍的动作，转的动作，再击球。这个球场其实还蛮适合打低快的，到了后场的位置，其实那个球会有一点喷走的现象。本来应该是球到了地板上会垂直弹起来，但是因为可能摩擦力或是球场的关系，球会变成有点像打水漂啊。哇！好球！6-4。思贤今天已经换了不知道几套衣服了，都是城市壁球、城市兄弟壁球的队服。哇！魏神倒了，魏神倒了，又站起来了。7-4。魏晨今天在对景汉的时候，大概扑了四球吧，非常拼命。换边发球，这球看起来很轻松哎，怎么能像挥电蚊拍一样打蚊子一样的轻松？我深度很够，又一球。两位选手现在在正拍直线，有人在等着对方出现失误的击球点。6-7。哦，刚好下来进到那个位置，但是思贤还是救起来了。这一球稍微出来了。深度很够的反拍，哇！第一时间截掉，魏神又倒了，还是继续站。
哇塞，这一球思贤回得非常漂亮啊！好，用了一些 love 喽，两位选手开始做一些高调。好球，最后非常非常贴的小球。现在换现场非常考验裁判的眼力。哦，这一球出来了，不够贴，之前还了一个非常贴的直线啊，让魏智宇只能稍微抛物线的处理这一颗。大家可以看那个同样是直线球，但是有一些球路是属于攻击的，它是打低快的，有一些其实是因为来不及，所以它会拍面会稍微往上，把球往上带。换边7-9，所以这样可以看得出来是哪一位选手目前处于受迫的状态，哪一位选手是处于攻击的模式。哦，好球，这一球的 drop 下来之后直接进到了 Nick 的位置，感觉思贤有一点累哦，糟糕，魏晨从第一场打到最后一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思贤感觉身体肢体动作上觉得他好像累。好球高调，但是魏晨跳起来高的把它截下来，他比了一个手势认为那球有 out， 但是我刚刚看现场好像也是没有，有点考验眼力，因为毕竟这个球场的上半部是有点暗的。哇，机会来了，现在球有点控制不住。哇，魏智宇靠着一个直线的后场，稍微抛物线的直线啊，就让这一球刚刚整个受迫的状况反转过来。哇，这一球太高了。哦，思贤做了一个放小球，但是小球放之前的 hold 比较久，完全被魏晨看穿。哇，哇，这一球应该是今天的实弹好球啊！一个 hold 最后决定换一个方式。我早上很急。对，我们的裁判威斯里在说，怎么早上不一样？牺牲一个腰来到几分？现在中场休息，选手自己进去擦地板，好悲情哦。对啊，选手有点可怜，为什么自己擦地板？为什么之前要演那么悲情的角色？他跟想说等一下输了有借口。可以给他下一点 music 吗？打一下灯光好了。我看了都快哭了。直接冲三局啊！对啊。三局可以吗？好累，哇，看起来都不怎么累。看一下镜头啦。你们什么话讲？没有什么话讲，跟粉丝。快不行了哦。大家都不行，你要撑下去。因为他的脸看起来撑下去，还是因为魏智宇太镇定了。魏智宇女朋友加油，他们我觉得魏智宇根本不是人类啊。喝水要洗衣服。对，自己的体能不是人类的。现在滑稽。对啊，他们还去跑那个什么星光三月楼梯。登高台。对对对。真的。九秒。Time。男 A 季天赛，吴思贤对魏智宇。举
数1-0魏智宇领先，第二局魏智宇发球。好，第二局准备开始了，由魏智宇先发。好掉。五。魏智宇已经第二次尝试了 cross court ball， 1-0。他就偶尔突然就一下，他最近摔到会被攻击，好像是摔断了，他摔一个月不能。刚，我换边1-1。最近有下雨，危险，就不用。好，高调，但是不够远。刚，换边2-1。哇，这一球根本就是送到魏神的手上。哇，什么打都没有。哎呦，视线已经变慢了，糟糕。假动作4-1。高手打击都是没点。每投我自己。转身已经稍微慢了一点了。哇，这个 triple boss 被做得非常漂亮。2-4。以前是高手的。打开了，谁把开关打开了？怎么放都有。当对手已经开始疲惫的时候，前场就会变得很敢放了。哇，又有了。换边3-5，进入了表演赛的模式。侧墙的状况有点多，魏晨试着放一个 drop， 15。4-5。拍子好慢。干什么呀？哇！刚。5-5。现在比数平手。啊，不妙，好球！哦，一个 hold 之后选择打后场，哇塞！这个 rally 思贤打得非常好哎，从头控制到尾，好球！现在进入了林玉馨模式啊，就是一个 lob 再一个小球，一个 lob 再一个小球，然后魏神的核心肌群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考验，一下子重心要往上，一下子重心要往下。这一球的落点非常漂亮，8-5，比数来到了8-5。魏神跟李魏，不会看镜头啊，很贴。但是处理的还不错，来到了后场。哦，两人在反拍的后场，看谁先放呢？哇！9-5，就刚好在手上。对，刚刚好魏神把球送到了思贤的手上啊。哇，又是这个，又是一个 cross court body drop。6-9。球深度很够。试着加压。
之前让他球落到后面之后，再稳稳的推一个非常贴墙的直线、啊。六 ，Game Ball， 不急着处理，很贴，这一球不好救了，两次了。旁边十比，辛苦我们的裁判，今天也是八点就到，到现在。可能也是有点眼花。好，我知道。哇，八点，吴思贤。最后是魏志宇的失误，第二局由吴思贤拿下来。我不长二，眼睛好酸。他有想到先开，想到我想到我跟魏志宇有休战吗？要休战吗？休战，继续怎么样？哇，他颁奖了呢，他颁奖好不好？在休赛他不会太快，十秒，哇。好虐哦！好了，留着心意回去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一起颁奖，好不好？并列第三，因为奖状两个人都并第三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并列第三，回心意再打，下礼拜二打，好不好？赞成。可是魏志宇不要啊，他去不要。对啊，魏志宇。他一定要的，好不好？魏志宇，礼拜二结算。要求美。再分奖品啊！我是第一个。认真了，真的吗？我要认真了，认真了。29比29，再心意打。是你吗？还是对啊，他们两，那个位置打29比29，打29比29，十一分哦，打29，好变态哦，你是打排球吧？打到29，好变态哦，拉，最讨厌这种对手，对啊，烦哦，不死一死算了，打到最后自己想自杀。第三局由吴思贤发球，胜负欲太重。其实我觉得没有，他只是想咬你一球。0-0，他自己每一球都不放弃。紧张了，现在开始第三局。魏神神了，神了！魏神要来了，要来了，手气来了，哎，但是捡不到球，而且还被关灯。暂停！哎，又被开灯了。新年快乐！刚刚不是很确定发生什么事情。应该是有人生日吧？给他同一个生日蛋糕。这一球 hold 在击球，有哎，要有。哦，2-0。目前2-0，魏晨领先两球。感觉思贤的手气不见了，不是 overhead 太用力导致球弹出来太多，不然就是小球不精准。而已，才刚讲完换魏志宇，反指标开始。对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刚刚一关灯之后，两位选手熄灯了吗？所以他们其实太阳能充电的。思贤跳起来了，跳起来了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。边4-1，好像是小兔啊，跳得真高。哇！好，好球。机会。目前两位选手直线侧墙偏多。好球啊！才刚讲完，两位选手的直线突然间拉得很好。我真的是反指标，讲了什么马上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状况。现在在比耐心啊。
么累啊？现在练球吗？对，进入他们在练球，进入了练球模式。哇！换边二比四，各自加油。这种消耗战真的很适合魏志宇啊！你也是啊，你教他应该第二手在玩。我也是，我不想他，我懒得跟你。哦，你的 love 非常聪明啊！再一个，哦，这一球是 stroke。满这一能会高啊！退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。我这个看到我这个球蛮多的。哇、哦！你出来之后还是被卫生救了起来。卫生反应好快啊！可以检验一下卫生的神经传导就比一般人快之类的，还是他的神经比较短、比较粗之类的，反应超快。还是打拳击的。所以一直被他们。你们重点是我们有出来了哦，有撞撞，两位选手现在杀红眼了，思贤现在受迫哦，反过来了，哇，好，继续比耐心，好球。因为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天命好久就好可能。思贤有个好处是，他的连续攻击就算有几球奏效，让魏志宇受迫的往前场，他也不会急着处理下一个球。虽然说这个在连续加压上会比较吃亏，但是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，稳定度毕竟还是比较重要。刚刚浪费了一点力气，多发了一球。喜欢啦，第三名还是要带的，因为被人家拿走一个奖奖金，一直没拿到。哦，小球很快就被看穿。思贤在放那种 hold 的小球，真的还蛮明显的。换边五比四。比数来到五比四。哦，哇，这一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！哎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球，竟然放失误了。这三年来的小点事情，他这里没有重心，怕背。以前三年前有练过，这三年有练过，你这么久，你是阿俊三年，十三年。哦，这一球七比四，要了一个 lead， 裁判黄伟强给了一个 lead， 好球，又贴又直，落点又漂亮，没得挑剔。哦，这一球的拍面稍微斜了一点啊，所以 drop 偏高。还有不舒服的眼神看你，你怪怪的。他说在你面前怪怪。No。换边五比八。加油。就后面为什么没有的？现在比数来到五比八，有三分的差距。我们的思贤吴小兔可不可以盯住呢？好球！六比八。怎么有一种感觉他在放小球之前还看了一下镜头？要整天的吧？打不，他要打整天，我打完他就打。没办法，要坐在那边。哇哦！现在速度拉得非常快。很快的回击，其实这种拉快的后场球
非常适合思贤呢、啊，因为它的舒适范围感觉就是后场的这种鸡块，它在站位跟转身上明显是比较轻松的。我写成正中的。好球！哇，卫生那个小球已经放得这么贴了。还是被思贤救起来，9-7，孙志佳，比数来到了9-7，差两分，而在两分，魏志宇就拿下了这一个比赛。现在压力会在思贤的身上了。哦，很聪明的做了一个直线的调动。把节奏先缓下来，看到了，哇！今天魏晨抓了好几颗思贤在前场的 straight， 他完全没有被骗到。恭喜我们的魏神拿下了这一次大安杯的季军，也辛苦了吴思贤带给我们这么多好看的比赛，谢谢大家。